来，进去了，出来了。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紧，我好大，靠，最小网竟然抓最大只。啊，桶子嘞？啊，桶子嘞？哎，他差点掉下去。压住啊，要压住。哎，这个画面不错，当那个预告会红会。你又没有出暴力。这个会踩，你跑去哪里？踩住也没关系啊，看不到。哎，这边给你。有，现在有了。啊，好，你要不要过去一点？可以的。热圈。不行。我示范就示范完了。可以的。赶快。卡住了吧？赶快！不会了，他不会攻击你了。他还没有。那你拜托他。好，拜托坤哥帮我抓一下。还要靠后。你要往多的地方捞，你就往少的地方捞。摸到我了。摸到他了。摸到他的时候，你雇车顶来，不要雇那个。进。有了！哦，进来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坤，欢迎收看阿坤的水族游乐园。那我现在龙虎斑小只龙虎斑这一池哈，之前已经拿了一只回去，那个爸爸生日哦，然后去庆祝，要6.6斤哦。那这一次阿坤哥哥的同事哈，想说看了很想吃，然后问说可不可以买个一两只哦。那我现在就刚好就放水哈，把水位放，昨天晚上就把水位放低了，先抓一只小的给他试吃，然后他可能会至少会买一只小的，然后他想说买两只，可是其他的都比较大，好，然后所以我先把这个小的先弄起来。这只是目前最小只的，可是还是很凶。好，先给它放进去。啊，这里有一只赖着不走的狗头，哎，养好久了，一直养好久了，之前钓来养到现在，可爱吧？很乖哦，都不会生气，你看。好，去吧，去玩。你是要两只还是一只？看，再看，两只，最小的两只吗？现在总重我看一下，总重是12斤12两，然后所以我分开称就好了。抓一只小只两个，不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那个卖掉了两只，那个去年去开始蓄养龙虎斑以后呢，然后我们剩下的两只哈，然后想我所剩不多，我干脆把这一池清仓起来，哦，清仓起来要干嘛呢？我然后这一池先把它泡淡水，然后因为最近有。可以抓很多头鳝嘛，然后我想说就这池来先做头鳝的蓄养池，不然那个卢曼那一池哦，我已经放了50只，我觉得太多了，我再放可能我卢曼会受不了，没东西吃。然后我想说就把它到时候卢曼那些再移一些比较小只的过来，然后跟最近如果再抓到再钓到的呢，我们就把头鳝都放在这边哦，好蓄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池其实还有什么哈，还有什么生物呢？然后主要就是有两只大石斑哈，大石斑，好，剩两只大石斑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大石斑呢移去隔壁池，我们就一根够了啦，因为不会被吞了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直接移动，好，移至到隔壁池。好，准备动作，去喽。好，我们准备放下去哦。
希望新同伴们不要欺负他，虽然他很小。好，看来有接纳他哦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继续。好，那另外还有呢，观众一直敲碗的这个，这一只，哦，泰坦炮弹，它有活下来哈，它有活下来，它有活下来，那我们一起给它下去，因为它应该是不会被吞食啊，它够凶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准备也跟着下池哦。好，准备下池哦。好，祝福他在这边继续生活，然后生活得很好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去看一下其他比较小型的鱼，然后我们也要把它做移动。走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把用桶子把这些剩下的鱼移出来哈。好，我们来看有什么鱼哦。好，有阿坤养了2年的狗头鱼，然后这一只是之前来的。然后又哇，被石斑咬到的石大可怜，好，没关系，血雕黑毛，啊，一只气龟，哦，小型的石斑。哦，那暂时挤一下哦，马上就要移过去了。好，这个都给他，我现在决定要把它下花美池。哦，下去花美池。哦，那花美池以后就不叫花美池了哦，就因为它都。漂亮的鱼可能就是这样子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有几只神仙鱼当作代表。好，那其他就以这些鱼，这些掠食吃饵比较迅速的当作代表。好，这是去年钓到的 OK。可背好了，先移上去啦，等一下再处理其他的事情。啊，下！好了，先给它放下去喽，不，赶快把它放下去了。好了，我们赶快让它下去咯。
现在这个像花美池，然后以后一些花美池的小型的花美池采集的哦，一些漂亮的热带鱼呢就不会在这边饲养哦，这边就会饲养这些半食用性跟半观赏性的，观赏性也是比较大型的哦，也是比较大型的。好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箱网呢，我移开哦，移开要做什么呢？就做我们下一个阶段，就是我们螃蟹要育肥，我们需要这些箱网哦，我会把这些箱网移开哦，移去做其他。做螃蟹饲养使用，好，那这个部分就先到这边，然后我怎么样去把那个刚才那一组把它整理起来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就要放，我们就可以放很多的头绳下去哦。好，那先这样子哦，拜拜。我算是杂食性的。所以这比较偏藻食性的，没有加什么鱼粉的这个丝木鱼饲料，他们也是吃得很开心哦，也是会吃哦。可是说实在呢，因为头鳝以养殖的成本来说，只要是喂饲料都是赔本哦，只要喂饲料都赔本，因为他们的其实卖价非常的低廉哦，所以有便宜到有时候一只三四斤的哦，他卖可能卖可能一只不一斤可能就二三十块而已哦，在卖，所以呢，他们要压低成本呢，哦，要压低成本呢，他们就会去收一些不要钱的，譬如说一些鸡的下杂、内脏啊，然后还有就是很便宜的，像什么呢，就一口一只的什么，就是最恶劣就是什么，去使用一些实验哦，实验完死掉的哦，实验完死掉，不知道做了什么实验。可能辐射啊，可能化学啊，可能药品的实验哦，可能癌症实验死掉的白老鼠，然后他们去收购这个尸体呢，拿来喂哦，那当然是对他来说那个非常便宜啦，因为其实就是帮人家处理垃圾，甚至不用钱哦。那可是缺点是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那老鼠残留了多少这样不好的东西被这个头才吃掉？那阿坤呢，就这次想说，其实他是很耐命的啦，那我们就用饲料跟什么呢？跟一些。有时候会的下杂鱼，我们用好一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养是要自己吃的哦，不是说要一定要盈利或什么的哦。那也希望这个头鳝呢，能给我们回馈我们更好的肉质。OK， 然后现在在这吃饲料都会吃哦，那垃圾鱼也会吃哦，那慢慢的就吃素或是什么的，那麦片啊这一些的哦，比较天然。当然呢，偶尔也会给它一些内脏啊，内脏类的，或是说鱼，有时候鲨鱼剩下的内脏啊什么，我们都会喂它吃哦，给它补充一些动物性的蛋白质。哦，那这样子去饲养，然后希望这样的东西呢，以后也可以很好吃啦。不要说这个是一个便宜的鱼种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这个是头鳝的部分。
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小铃铛记得打开，才能接收最新的影片发布讯息。阿坤水族游乐园呢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